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餐王乌冬阿美。乌冬米靠腰呢，是我今天呢，我觉得真的是很放松，然后很靠腰的一部舞台剧，然后我觉得非常的精彩，因为是我今年看的舞台剧来说，真的是首推的一部舞台剧。那里面呢，有一个是我的好朋友郭耀仁演的，他是里面演老板，他演的非常的有趣。然后我觉得，当时你有一些压力啊，或者是工作上有些不愉快，你真的要来看一下这个的舞台剧，因为真的会让你很放松，然后我觉得还蛮精彩，然后你回去一定会觉得心情很愉悦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舞台剧，然后希望大家一定要来支持《乌冬米靠腰》。